大家好，今天我们试驾的车款是 Volkswagen 的 Scenic， 那这台车是 1.4 的 TSI 引擎，它是一个双增压系统，那搭配的变速箱是七速的全新的一个 DSG 双离合器变速箱，那另外还有一款就是 2.0 的 TSI， 那虽然两个都是 TSI， 不过 2.0 TSI 它是就是上一代的 Golf GTI 的引擎，它马力是200匹。那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个 TSI， 它是双增压系统 1.4 升的汽油引擎，它的售价是132万，2.0 的部分是155万。那我相信大家在看完今天的影片之后呢，你一定会发现，其实 1.4 TSI 才是 Volkswagen Scenic 的一个首选。首先在外观的部分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Scenic 它在外观造型上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设计，在车身腰线以下，它设计的非常的宽哦，非常的扁平啊，要符合一个跑车的一个造型，甚至提升操控性能。可是，在腰线以上可以看出来它的收缩非常的明显，所以在前挡、侧挡还有后挡玻璃的部分，可以看出来它有一个两层式的一个造型设计。车头的部分，水箱护罩一样啊，跟现在的 Golf 其实设计是一样，就是细长的钢琴面板的烤漆处理。下方的部分有一个黑色网状的一个进气口，来提升它一点运动性的外观。接着在头灯的部分，这是 1.4 和 2.0 一个最主要的差异。 2.0 的部分它里面是有 HID 加上 AFS 以及头灯的一个高压清洗器，可是在 1.4 的部分这些东西都没有，它是传统的一个灯泡设计。不过下方的雾灯，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日照灯，还有方向灯，都是一个标准配备。接着在车侧的部分，轮胎的配置也不太一样。1.4 的配置它是23545R17， 2.0 的配置它就18寸23540R18， 前后的配置是一模一样的，回转半径一样都是 5.5。那车侧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它的腰线非常的明显啊，你从正车头或正车尾就可以看出，刚刚嘉伟形容就是它在腰线之上的一个车身的一个收缩非常的明显。可是腰线以下呢，它为了要让 Volkswagen Scenic 提升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操控性能，所以它的轮距和轴距的表现可以看出来，就是轴距很明显的已经向车身的四周做延伸，轮距因为比较宽的一个车体的关系，所以它的操控性能表现也会比较好。毕竟它的市场定位啊，是锁定在一些年轻族群，加上一些比较属于个人个性化的一个座驾，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窗框的设计在逼出之后呢，向后收尾的非常的快，所以也代表就是你坐在后座的时候，你的整个视野会非常非常的小，会被压迫。车尾的设计可以从这两侧的一个腰线很明显可以看出，就是它的一个收折的一个车身线条。车侧的部分刚刚漏讲一个重点，就是它一些空力套件，它不像一般的车型是钣金先设计好之后再把这些空力套件安装上去，它的空力套件是跟车身钣金一体式的。车尾的部分可以看出来旁边写了一个 TSI， 那目前的 2.0 一样是写 TSI， 你要做分辨可能就是从轮圈还有就是头灯大灯清洗器来分辨它是 1.4 或 2.0。 排气管的设计是单边双出的设计。说到排气管，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沿路开过来，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七速的 DSG 双离合器的自手排的关系，所以它整个换挡的衔接性表现非常非常好。那如果排气管稍微做一点点小小的直通设计呢，你只要在换挡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轻微的一个回火回油的一个现象。如果你要追求一个更好的排气声浪表现，其实很简单哦，稍微去改变一下排气管的一个直通的一个效果，这具 1.4 升的排气声浪就会非常迷人。接着我们打开后行李箱，在打开之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一般的 Volkswagen 会在厂徽这边设计一个开口，让你可以方便的去开取行李箱。不过在 Scenic 上面它并没有这样的设计，开启行李箱只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是钥匙，第二个就是在车门车侧门板下方有一个按钮，只有这两个方式可以开启，你在后方是找不到任何的按钮来开启后行李箱。那打开后行李箱可以发现，第一个就是它的高度非常的高，就是开口的下缘高度非常的高。第二个就是它行李箱底板的位置，它为了要创造更好的一个容积率，所以它底板的位置非常非常的低，这样会造成行李箱开口的下缘和底板的下缘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你在拿取一些比较重的行李的时候，像我们今天这个摄影箱，拿起来就非常的非常的费力，非常的吃力。虽然空间表现会好一点，像我们行李箱放在后座其实还放得下，这一点还蛮让嘉伟压抑的，可相对你在拿取的时候会稍微辛苦一点。椅背的分离是五五分离的一个设计，它可以做一个完整的倾倒，可以创造出一个行李箱比较长的一个空间机能。
可是整体的表现来说，因为毕竟 Silico 它属于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一个个人座驾，所以在空间经验的部分表现只能说刚刚好，两一对情侣来用都还够。可是如果你要变成是全家出游的时候，这台车坐起来会非常的辛苦。测试空间的机能表现呢，毕竟它并不是标准的五座设计，大家看画面可以看得出来，就它后座其实只有两张座椅，所以它应该算是一个四座的设计。因为毕竟它是双门的关系，所以你进出后座基本上还是要用钻的。坐到后座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它的头部空间，它一个跑车化的一个外形，所以头部空间一定会被压迫到。如果 2.0 升它搭配的是一个全景式的一个天窗，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有一个视觉上头部空间比较没有那么压迫的一个感觉。不过除此之外，其实它整个后座座椅的一个造型设计跟前座的同椅设计非常的类似，所以它的整个包覆性的表现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至于在膝部空间，大概还有勉强可以接受的不到一个拳头的空间啊，它整个座椅的设计是比较稍微有点往后倾斜的，所以你坐在车内的时候不太像一般的房车啊，一般房车坐起来可能是比较笔直一点，那跑车的设计呢会稍微往后倾斜一点，所以你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接着我们打开引擎盖，可以看得出来里面写的就是 TSI， 一个双增压系统的一具 1.4 升排气量的汽油引擎，它的排气量是 1390cc， 非常迷人的1200到1800这个税金的一个级距，可是它却可以爆发出最大马力是160匹，扭力的表现非常出色。以 1.4 升来说，它可以达到 24.48 公斤米，而且并不会有太严重的肋骨问题，因为它的峰值从1500转到4500转都可以产生 24.48 公斤米的最大扭力。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就如果是 2.0 升的 TSI， 它的最大扭力也顶多是 28.56 公斤米，所以两者的差异其实并没有很大，大概是在4公斤米左右。但是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的变速箱啊，我们知道 Volkswagen 它很强调就是 DSG， 然后双离合器自手排变速箱。那在 Silico 部分呢，它两个排气量搭载的变速箱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在 1.4 升，反而是搭载的比较新的七速的 DSG 变速箱；而如果是在 2.0 升的话，它搭载是比较旧一代的，就六速的 DSG， 都是双离合器的自手排设定。那我刚刚问过原厂。原厂的业代是表示，就是因为这具七速的 DSG 双离合器的自手排变速箱，它的世代比较新，所以代表它的成熟度比较低一点。目前仅搭载在 1.4 上，2.0 还是用成熟度比较高的六速的 DSG。